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And what I prove in the 我在《出生证在哪里》一书中证明，奥巴马没有资格做总统，他应该被赶出白宫。我希望他能出示出生证，出生证上有什么他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多年来听到最狗血的事。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出生在美国的公民才有资格竞选总统。早在2008年，就有民众怀疑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而是肯尼亚。2011年，奥巴马总统开始寻求连任时，这一话题又被媒体和公众热炒。美国人开始用各种方式表达质疑。如果你高兴，还可以买到写有这一口号的 T 恤、帽子、围裙或是水杯。想表达的更形象些，直接竖块标语牌写上。最后，白宫也无法淡定了，奥巴马公布了自己的出生证，制止了这场闹剧。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希望媒体不要再关注这类无聊的话题。但对于这些喜欢调侃的好事者，即使贵为总统之尊，也只能付之一笑了。言论自由对美国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压抑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将让整个社会无法正常运作，同时没有言论自由也不会有一个快乐和自由的社会。国会不能制定法律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重要内容。后来的一个修正案将第一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推广到美国联邦、州、郡县和城镇等各级政府。美国人相信最大的不尊敬是阻止人们说话，最让人沮丧的是不能自由表达，因此言论自由便成为美国文化中的根本价值观，体现着文明的进步。它体现在几方面。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社会成员之间呢文明相处，然后大家呢在这种互相尊重中间呢体会到一种人的尊严。第二呢，就是有安全感。我来乔治城大学教书时曾有些担忧，因为乔治城是天主教大学，而我不是天主教徒。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工作30年了，从没有哪位学校官员质疑我对学生的讲课内容。我很高兴可以向学生们讲述我的宗教信仰，不会受到任何压力。库恩教授经常会在哲学课上让学生们分组讨论，并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自由辩论。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和同学做这种小组作业，我们都要求有很多的小组讨论在里面。上课的时候课堂讨论和其他同学的互动是课堂内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除了老师讲的，同学的参与，同学对课堂内容知识见解的贡献度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知识的了解都是来源于别的同学自身的经验和理解。在课堂讨论中，没有什么话题是过于敏感的，有些话题会让学生们感到不舒服，比如说种族、宗教、政治或者是性。我并没有特别教授这些课程，我的一些同事教，但是我的课堂上有时候会碰到这些话题。我总是鼓励学生们讨论，甚至是对宗教的一些个人看法。
我认为人们应该理智地为某一个观点争辩或者是辩护，我并不会强迫学生们这么做，这也不是课程内容，但我随时欢迎学生们的讨论。在美国，如果你不喜欢某些人所说的话，你可以与他交流或置之不理，但是你不能让他闭嘴。通常人们会说，我不同意你说的，但我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斯密蒂·莫汉是来自印度的第二代移民，他很喜欢美国的这种文化氛围。印度有很多腐败现象，有时如果你与政治人物意见不同，你可能会惹上麻烦。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好的地方，我们没有这样的担心。无论对学生还是他们生活的社会，自由表达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都是至关重要的。学生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变得更加自信。他们进入大学时，很多理念都是家长和老师灌输的。我认为任何一个有严肃思想的人都希望验证这些理念，真正拥有他们。对社会而言，言论自由也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有被空洞的广告词和政治上的高谈阔论哄骗的危险。从总统到平民，从老师到学生，你可以质疑任何人，无论话题是荒唐还是敏感，你都有权自由表达。这一传统牢牢根植于美利坚的文化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想想言论自由的理念是如何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又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我觉得原因很多。第一，美国最高法院扮演着很独特的角色，它真的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最高法院都不一样。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内容真的有最终的解释权。作为一个国家，即使我们不喜欢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我们会接受它，尊重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这些判决，而是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We respect it not because we agree with it, but we respect it because we understand that we have to obey it. The other is just tradition and culture. 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传统和文化。在美国的先贤们撰写《权利法案》的时候，曾经对言论自由的理念进行过辩论。但我们很多人都相信，思想越自由，讲话的声音越多越好，辩论批评也是越多越好。美国的这种文化延续至今。以法治为基础，以平等为理念，美利坚的土壤中孕育出的自由之果惠及每一个人。当公民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新闻媒体自由地鞭挞时弊，美国的民主与繁荣便有了无形的保障。尽管其中有挫折，有倒退，最高法院在一些经典案例中屡屡以有力的判词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次又一次地巩固推动着美国公民和媒体畅所欲言的权利。